准备做动作，双手拿枪放在额头处，默念：我必成功。你这也太傻了吧！这个动作是个祈祷姿势，情书曾经教过我的，祈祷可以使人抚平心灵，排除杂念，所以你比赛的时候如果感到紧张的话，就可以试试。嗯。 那我还需要做什么？你可以想象一些让你感到愉快的画面啊，比如说我小时候在孤儿院被欺负的时候，我只要一想到院长给我递蛋糕吃的画面，我心里就特别踏实，也不会害怕了。所以你试一试啊，快！我才不录！哎，你这个人试一试就不会死。 看来还是有变化的。什么变化呀？我的方法很有用吧？勉强有点用吧。哎，呀，我泼你干嘛？过来，不动，不动，耶，小样，这。 队长又厉害了，他真克服自己心理问题了。你果然还是有两下子。少爷优的赛前紧张，我帮他想办法克服了2年都没有效果，现在居然被你给解决了。那当然了，知子莫若父嘛。还有啊，乙良给我帮了大忙啊。没想到啊。 牧师哥，我全世界都恋爱，我会向着微光，用尽全力追赶。 站在对岸。